今天是引领家福前线950个家庭大团圆的日子，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呢提供了60个摊位，还有捐助我们很多的经费，很多的民生物资，让我们的家庭感受得到了社会的温暖。昆林高中心提早替60名将过圣诞节，利用假日在北港高中来举办园游会，现场有近百名圣诞老公公来分享他的礼物，还有他的关怀。云林县家福中心特别举办了这样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园游会，在我们北港地区，那这也是每年北港地区非常多孩子们或者说受扶助家庭的非常期待的一个盛会。首先要感谢家福中心这几年来对云林县政府的支持与帮助，那今天能够再办这个园游会，让我们觉得家福中心真的可以更加的茁壮，我们社会更要去关怀它。谢谢。现场大卫应有尽有，这都是爱心团体来营用的，因提供各项美食料理，也提供各项服务。我们除了公司有捐赠洗洁精，当着我们这个家庭以外，我们员工也驻足了这个摊位，在里面设摊。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的参与，共同的把这个爱心传播出去。爱心部分地区今年来自中华西主会，也到过流水溪分享因的关怀。这一次的活动寒冬送暖的这个活动，我们感到非常的赞同，也认为我们应该尽一点我们自己的力量。祝福今天这个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各个协助的单位，谢谢各位主办的我们教育中心的用心，谢谢。这场爱心园游会有60个单位、950个家庭、4500人来参加，因为爱心团体协助跟关心，让这些家庭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